你怎么找我宝宝干啊？弄个无条件占我的女朋友是种什么体验？哎，宝宝宝宝，你这面试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现在待遇怎么样？都谈好了。然后呢？然后面试官挺满意我的，问我有什么要求，我就说上班我有五种事不干。嗯，哪五种？第一种，会干的事我不干。那没错啊，会干的干它干嘛？这样我宝宝就学不到东西啦。第二种，不会干的事情我也不干。那更对啦，不会干的我宝宝干什么呀？对，还有一个，着急的事我也不干。那更没错啊，干着急的事情，那宝宝不就容易出错吗？就是，不着急的事我也不干。对啦，那不着急找我宝宝干干嘛呀？那不着急的事凭什么找我宝宝干啊？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我不想干的事我也不干。那没错了，我宝宝不想干那就不干。对，而且我还跟他分享我打工的心得，他就喜欢我这种有想法的。你说，就是我上次跟你说了那个打工人思索真言。哦，那个呀。对啊，我就跟他讲了，他还挺满意的。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。不错不错。你懂我。